掌厨。今天我们学做热炒什锦。首先，我们要将平菇对半撕开，杏鲍菇切丝，金针菇对半切开，西洋芹切断，红椒切断去籽，蒜头切片。准备完毕后，我们要在热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放入蒜片和猪肉丝爆香，再放入西洋芹段炒香，然后放入平菇、杏鲍菇、金针菇、红椒丝拌炒入味，最后加入酱油、醋、白胡椒粉拌炒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为了吃得更健康，金针菇最好用盐水和淀粉水浸泡之后清洗。热炒什锦，你学会了吗？看视频，学做菜，就选掌厨。